罗教练，我先有事儿，回头再说。不是，你先听我说，忙。 你到了吗？我在大厅等你，一起换登机牌。林队，我去买点东西，马上回来。你去吧，快点。好。 你到哪儿了？ 飞机还有一个小时就起飞了，你小心误机啊！毛毛奇呢？哎，你看到毛毛奇了吗？毛毛奇没有啊？他人不见了。不是他刚大巴上不是还在吗？没接，你碍事。没事，我给他打。喂，毛毛，你人呢？ 都找你呢，你是不是迷路了？你发个定位给我，我去找你。我不在机场，石哥，我家里最近有点忙，我回去帮忙了。什么？喂？什么情况？教练，他估计是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，有点害怕，跑回家了。跑了？不是你们难道都是什么情况啊？啊？ 就这种心理素质的运动员，还送来什么这么急需个什么劲呢？不是，教练，这样我想办法，您先别急，我找找他。什么事儿了？马上就要出发了。教练，你别生气了，毛毛就是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。 喂，罗教练，我先有事儿，回头再说。不是，你先听我说，忙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哭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 有事儿吗？打了一晚上电话。没什么事儿。我就是告诉你，一切都挺顺利的，我们都住下了。那就好。那我挂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等一下，对不起啊，之前打来电话，我态度不好。 别受影响，看好比赛。嗯，你放心。挂了。